大家好，今天的课程内容，我们透过对家乡环境的描写，来学习存在记与所有记。现在，请大家先听老师念一次课文。我来呀，因在国里啊，那内打帮我，莫说。买在那高海因扎瓜里呐，巴努木索用多杰瓦多伊奥基佐诺伊莫，后来奥夫那巴努拉奥戈伊古古永乌和穆尼基宗，拉那那买斯阿莫买因扎，鲁伊。那嘿，那达斯莫哟伊诺佐诺伊莫，后来又分啦，巴诺拉奥哥伊古古用和穆尼基宗姆，那那那麦斯阿莫麦因萨，鲁伊。Lahe na tasmoyo ino tsonoe mo. Avina no osi eana mo tsihi no oko heho o tsiana. Osi tutputa no amo heho oe kotoba. Atave ia optsoza ho pui puya. Angeo na isi pui puya tatsu utoe soso ho.达祖尼诺维祖祖纳拉穆尼基宗姆，阿霍伊霍米奥，我黑祖拉埃阿因山奥杰瓦多伊奥瓜利亚纳。现在，请大家跟着老师念一次课文。我来阿因扎瓜利亚纳的达邦。莫说买在那瓜花呀，因在瓜里呐。巴努莫说用多杰瓦多伊奥基佐诺伊莫，我来呀因在瓜里呐，那达邦莫说买在那瓜花呀，因在瓜里呐。巴努莫说用多杰瓦多伊奥基佐诺伊莫，后来又分啦，巴努拉奥戈伊古古永乌和穆尼基宗，后来又分啦，巴努拉奥戈伊古古永乌和穆尼基宗，那麦斯阿莫麦因萨鲁伊。那嘿，那达斯莫哟伊诺佐诺伊莫，那麦斯阿莫麦因萨鲁伊，那嘿，那达斯莫哟伊诺莫佐诺伊莫，阿维纳诺奥西耶阿那莫奇希诺奥科嘿霍奥吉阿那。阿维那诺西耶阿那莫奇希诺奥科嘿霍奥吉阿那，奥西特普达诺阿莫嘿霍奥耶科特瓦，阿塔维伊阿奥佐扎霍布伊布亚，奥西特普达诺阿莫嘿霍奥耶科特瓦，阿塔维伊阿奥佐扎霍布伊布亚。昂有那一西布伊布亚达祖多伊索索霍达祖尼诺维祖祖纳拉穆尼基宗姆，昂有那一西布伊布亚达祖多伊索索霍达祖尼诺维祖祖纳拉穆尼基宗姆，阿霍伊霍米奥乌黑祖拉亚因扎奥杰瓦多伊奥瓜利亚纳，阿霍伊霍米奥乌黑祖拉亚因扎奥
这话都一直哦，挂念呐。这一课里写到了瓜利亚那地名由来，是因为过去这个地方有一种瓜利亚鸟。这一课的主题是存在即与拥有即，我们从在什么地方的概念来跟大家讨论。在周语中，通常我们用动词 yone 来表达在的意思，例如 mo yone tabang o mo u， 这里的 yone 就是在的意思。我们用 yone 表示处所，处在于看不到的地方。如果是看得到的地方的话，我们就用 yonda。 例如 mio yondai mo， 否定句的话，我们说 o amos a yondai mo o amo。 当我们要表达存在着某些事物的时候，也常常会用以下的句型：班多摩那诺永呼吉瓦赫，班多摩那诺永呼吉瓦赫。永呼是美丽的意思，瓦赫是小溪。我们用永呼吉瓦赫，就是表示美丽的小溪。另外我们用半斗来表示有。最简单的句子是半斗摩文尼，半斗怎么怎么，表示有花有云。我们可以再多一点描述，例如班多索尼吉布布尼，班多索尼吉布布尼，班多索尼吉莫夫诺亚吉布布尼，班多索尼吉莫夫诺亚吉布布尼，班多埃维。Panto evi, panto man ichi evi, panto man ichi evi, panto man i o evi no ufeon, panto man i o evi no ufeon。 也可以用以下的句子 ：mo man i o evi no ufeon。莫曼伊奥埃维诺伊菲奥尼等等。在这样的存在句中，我们经常会在句子里补充说明地点，例如莫曼伊奥伯夫尼多亚凡纳，莫曼伊奥伯夫尼多亚凡纳，莫曼伊奥伯夫尼，莫曼伊奥伯文呢，就是有很多花的意思。我们在它的后面补充亚凡纳外面，并且在亚凡纳的前面加上一个斜格标记多。这个斜格标记同样有分远近，比较远的说话时看不到的，我们用 do。 类似的大家应该还记得 fuengu 是山上的意思， mo man io buvn 是很多花的意思。那么如果我们要表达
山上有很多花，要怎么说呢？请大家听老师说。莫曼伊奥莫夫尼的福音，莫曼伊奥莫夫尼的福音。部落是霍萨，部落是霍萨，加上庙，就变成我们的部落。霍萨庙，莫曼伊奥埃维诺尤菲奥尼的霍萨庙。莫曼伊奥埃维诺尤菲奥尼的霍萨庙，意思就是。我们的部落有很多樱花树。再练习一下的句子。莫曼伊奥佐姆达贝贝。莫曼伊奥佐姆达贝贝。当我们要表示某个东西是某个人所有时，可以用以下的句子。Quando Johnny ci muovono d'auco, quando Johnny ci muovono d'auco。如果是人称代名词的话，我们可以看以下的例句。Quando Johnny ci avvo, quando Johnny ci avvo, quando io sussi。Quando io sussi, quando io sussu, quando io sussu。再看以下的例句。Mo tuo o cotto a buo, mo tuo o cotto a buo。Quando fai vaci sapita oco。Quando fai vaci sapita oco。如果我们要表示存在句或所有句的否定，也就是说不存在什么东西，所以没有什么东西，要用无啊来开头。例如无卡出母哦瓦赫，无卡出母哦瓦赫，无卡出母哦巴尼亚，无卡出母哦巴尼亚，无卡不会背，无卡不会背，你住无卡出母，你住无卡出母。以上是表示不存在什么东西。如果是人的拥有，我们也是用类似的句子。乌克兹有国大马没有伊，乌克兹有国大马没有伊，乌克兹我国多也歪，乌克兹我国多也歪。而人称代名词的情况是乌阿季北树，乌阿季北树，乌阿季阿乌树，乌阿季阿乌树，乌阿季有过喜，乌阿季有过喜，或是乌阿季有过大。乌阿基奥哥大。以下我们再看一些常见的句子。乌阿纳基才大邦嘎，乌阿纳基才大邦嘎。对照一下他的肯定句是：班多纳阿才大邦嘎。班多纳阿才达邦嘎，乌克纳基加索林达贵爱，乌克纳基加索林达贵爱。对照一下他的肯定句：班多纳阿
gasolinta kueai. Pantona a gasolinta kueai. Rugo wamen yao wen ren yo duo shao de hua, ke yi yong bio, zhe ge yi wen ci. Mo bio na o ge da a bu wu.目标那个大阿布，目标那无数，目标那无数。如果我们问人的岁数，也可以用多标哈，问米国族多标哈，米国族多标哈，米族多标哈或阿莫数。米族多标哈奥阿莫数，米族多标哈达奥果，米族多标哈达奥果。接下来，请大家看着图卡回答老师的问题。若佛公爱你，若。Mea hisi eni, zou su eo eni, zou wa chumu eni, zou zuma eni, zou wa chumu eni, zou zuma eni, zou fo kung eni, zou zuma eni.Zou su eo eni, zou zuma eni, zou mea hisi eni. Panto fo kunge, panto mea hisi, panto mea hisi. Panto fo kunge ho mea hisi, panto fo kunge.Mea hisi ho su eo. Pano fo kunge. Pano fo kunge. A panto fo kunge. A panto fo kunge. Pano mea hisi. Uka. Uka chi mea hisi. Pano fo kunge. A panto fo kunge.Pano mea hisi, a panto mea hisi. Pano su eo, uka, uka chi su eo. Pano fo kunge, a panto fo kunge. Pano mea hisi, a panto mea hisi. Pano su eo, a panto su eo.Pano wachumu, uka, ukachi wachumu. Jeshalai, women lian si su lian de miao su. Panto choni chi fo kunge. Panto yuso chi fo kunge. Panto tuyu chi fo kunge. Panto sup.自己佛供诶，班多爱莫自佛供诶，班多诺木自佛供诶，班多比度自佛供诶，班多沃尤自佛供诶，班多西奥自佛供诶，班多马斯克自佛供诶，目标是佛供诶。班多有所之佛供诶，目标是佛供诶，班多无有之佛供诶，目标是佛供诶，班多爱莫之佛供诶，目标是佛供诶，班多必度之佛供诶。目标是佛供的，
Bukan nasi fokun ni. Yuso om so tomo soni si fokun ni. Subtu om so tomo yuso si fokun ni. Nomu om so tomo tuyo si fokun ni. Mopio si fokun ni.Panto subtu ci fokunge. Mo pio nam zo tomo subtu ci fokunge. Voyu om zo tomo subtu ci fokunge. Mo pio si fokunge. Panto eimo ci fokunge. Mo pio nam zo tomo eimo ci fokunge.Masku om cho tomo eimo ci fokunge.这一课教的存在句和所有句，同学们都记得了吗？现在请大家跟老师来一个小小的测验，请看这张图卡，请你搭配黑板上的句子，想一想看，空格里应该填入什么词，把完整的句子念出来。答案是班多多有几阿五。请看老师手里的这张图卡，请你搭配黑板上的句子，想想看空格里应该填入什么词，把完整的句子念出来。答案是 Mo subtu o ango da mo zoni jiavu Mo subtu o ango da mo zoni jiavu。请看黑板上的主语和中文句子，想想看空格里应该填入什么词。答案是班多佐尼吉伊登萨乌。请看黑板上的主语和中文句子，想想看空格里应该填入什么词。答案是班多佐尼吉奥多外多阿布。以下有几个中文的句子，请大家练习一下要如何用周语来表达。第一个句子，我家有一棵樟树，想想看要怎么说呢？答案是班多梅哈兹尼吉奥斯多的魔物，班多梅哈兹尼吉奥斯多的魔物。你答对了吗？第二个句子是，这条溪里没有鱼，想想看要怎么说呢？答案是 ，Ugajios kita wahudan。你答对了吗？第三个句子是，这里有很多飞鼠，想想看要怎么说呢？蒙曼伊奥维乌丹。你答对了吗？最后一个句子，莫奥有很多朋友，想想看要怎么说呢？
答案是无等我女儿南下都木哦，无等我女儿南下都木哦。你答对了吗？今天的空中主语教室啊，我们就讲到这里，大家下次空中再见。